OK， 我直播不玩手机的，玩手机的话呢，有电流。小心对面来野区啊！我们先速度升三级，然后直接往上刷。对面上单手长打手短，一定会选择压线的。等队友升三级不急，这波不能冲过去了，得等。就可以看到这狗蛋还敢跟我亮图标，每一张网都是一个杰作。这个地方有眼，把合就打一下。他家里野怪是没有收的，家里的上面也确实没有打。我们双合蟹之后的话，可以往上靠一下。对面上单是有闪现的。这波先不急，他打不过我，不用来的，不用来的，他打不过我的，不用过来，去吃线就好了。好，往前走 A 不死我放心，再把有个金收一下。我刚刚为什么没有等他黄牌之后再选择 E 啊，慌了刚这个，我就在等卡牌过，等我们家蓝刀过来的。找对面打野，但是上路边是有机会的，往上路边走一下。他交了闪现跟点蓝，哎，没黑暗收割的伤有点低。他这个血量我杀不死他的，但可以勾引他来锤我。可以先考虑摔住野怪，对面打野的话在自己的上面也去刷这边野怪的。他刷完野怪之后应该是往上边走。对面我也没闪现嘛，跑断旗跟戒指做一下，买一个250，买个扫描，把自己的上满野区经济收一下。先去看虫子啊。虫子他没打。等队友把这波线推进去，我们刚好可以去上路。
走廊队友斩下怒气，来斩下怒气可以直接越上路了。只要兵线进去就好了，不着急，等兵线进去冲动，然后被换掉了，应该等兵线进去的，兵线进去是必杀的，大招可以省一下，下一步可以继续越。把这波线推过去的，不能用大刀飞我，不急，他飞我他得死。把对面的上面也去进行收一下。下路有点小惨。别人死掉了不用管，杀卡牌就好了。他最后把这个东西丢出来了，把这个炸弹丢出来了。等他吃一下反应打伤害他死了。他如果吃反应打伤害顺死，但他没有吃反应打伤害。我知道是什么情节。这我要把中单杀一下，别让中单跑。等一下大刀好，好了，小猪咬死了。哇塞，这蓄力双拳。这波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膨胀，这将为他们展示通向神性的方式。现在开始有优势了，现在需要把这优势扩到下路去才行。让队友包一下，他看不到这边吗？直接追着 A 就好了。这样的话把这边有个经济收下了，他们家红没有了。
哎呦我的天哪，是我真的是这一波把自己给整迷糊了，我真是个天才啊这一波。真的把我整迷糊了，骗你们是小狗，他的装备有点太好了，我打不过，必须要拦刀过来，咱们等吧。打小龙，打完这把该吃饭了，脑子有点不清醒了，你们觉得呢？中单有人头捡，他零杠八变成一杠八了，之前了已经。他这波飞下残血的。我在蹲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同时也在蹲我。这件事情告诉大家什么一个原理的，就是一定要看地图。这就是不看地图的后果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也没有大招的。这边一定不要急，这一刀一套带走。我们直接追就好了，我们移速比他快的。啊，漂亮啊，好果断啊，直接闪现移。我错了。打得有点太迷了，对面就团灭了，对面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团灭的，天天来一杯，天天来一杯都喝腻了。你们喝酒不会喝腻吗？我想问一下。这都 Q 不出来，
五妖之环才100块。先做风暴吧，风暴无妖实在是不知道出什么好了，没钱出装备，这把太穷了。赶紧把这个蛋生起来，哇塞，这一波他没大招的，我以为他有大招。应该是有大招的，他没有大招的，我以为他有大招的，不然我直接把他秒了。我特意拉开距离，就是怕他大我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不行不行不行，稳一点，我好迷。咱们跟着队友走，跟着蓝刀走，蓝刀装备好的。所有人都必须做出牺牲。在中路啊，我没看地图。我知道是什么潜伏在黑暗之中。疯了。蜘蛛不能这样死的，这样死特别容易被翻盘。重点是死的毫无意义。我这边后面截胡一下吧，把这边野怪进行收一下，把小龙拿一下。我吃一下这个野怪，不能去，去要被秒。哇塞！哇塞，细节啊！他们可以把龙拿了，我去把上面有些金收一下，把蛋升级一下。赛季末最后一天了，全是带。
打大龙吧。这不打大龙吗？回家乌鸦是破了，你们看我三亚多高，一个 Q 980滴血。我怎么感觉这把有点不太妥啊？来来，别跑。我的三亚已经开始恶化了，对面已经承受不了了。丢下，他 Q 一下可以把那个小兵 Q 死，我就可以翻译了，不然放不了一技能。走，这大招是要死。有艺术加成了，完全动不了。这卡白 Q 能 Q， 这个卡白晕人能晕两秒钟。下装备退身了。这把蓝刀的个人秀，我们就在旁边打打酱油。等一本三书吧。这应该不是钻石蓝刀，对吧？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